第一组的选手到检录处检录。请男子跟女子的裁判就位。停住，然后转换下来，慢慢要扣住哦，扣住哦，好，我们下来，停止练习，请选手跟教练退出场外，请第一组的选手到检录处检录。你就来看上面好多比赛，来吧。你也是白，你今日也是白。不要紧，你都把你会晓的做就好，尽量就好啊，好吧？会晓的尽量给表现出来就好啊。手爱望快靠近的，别紧张啦，别紧张。然后一点差不多准备了。他超级紧张，应该没有人比他紧张。Yeah.
就紧张的无？你会感觉拢轻松啊？唔咩？你有感？我也是有这样的经验。哦，还大我不是不见的，我是侧弯那种，你后空弯停在空中没旋转，我直接下来。哦。你的奖牌上重要，你是知影是安怎无？因为你无奖牌，继续比你无放弃，所以讲你就有这个奖牌。你头拄安那，你迄跳绳比了了后，你就讲啊，我跳绳呢，安尼，我跳绳嘛白比啊，安尼就无得。笑啊，赞啊！你落来。我也有奖牌啊！